Hey man， 不要急着 diss 我，我来自隔壁 rap 社。自从前卫学姐夺冠，学校开始骚乱，注重语言社团培养，各种经费补充食粮。So， 我代表社团送花感谢她的影响。哎，谢谢。你还呢？护花使者不好当，首先要有个好智商。不是你，学姐，走路。哎，加油！拜拜。我还没走，我告老师了。我告诉你，怎么还有个 rap 什么 rap 社呢？啊？怪你瞎吃醋，完了翻车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这样瞎吃醋容易影响两个社团之间的关系。谁吃醋了？你还拿着花欣赏？你有什么好欣赏？我这是在帮你排除无效的社交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你说他唱干什么？他对着你唱就行，他对着我唱干什么？还给我放了一个这个。没事，我一会儿再给你买。这个学校不分不合，没事，冷静啊，别是这种大气。人家就不喜欢，喜欢你多啊。